哈喽宝们，今天咱也来挑战一下这个泡泡雪泥，全网都在挑战，但是成功的非常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很难喝到嘴里。今天咱也来挑战一下看看啊。有点，别捏住我。心里慌慌的。有点不知所措了。大部分都崩到手机和墙上。这个东西真的是属实，我是害怕了，这崩的哪哪都是。再来一个啊，这有点害怕了。我寻思想给它放放气儿，那不好放的太，力度太大了。劲儿太大了，最后再来一个，真的就是找月型的，这个劲儿太大了，确实是不好喝进去。给放放气儿呢，也崩的哪哪都是。你们觉得成功吗？大型翻车现场。